对，大招盖住 Q， 大招 EQ 插两个提亚马特直接秒杀。嗨，我还要秒一个，大不要给分带打击，看到没有？来把充当皇子，泽拉斯不好杀啊！你看他还带个光盾，打波一级团吧。我带了气垫神弦，打一级团，要是能杀到人，收益很高啊！可以来，可以来，我们这边有空的。这个落手这是啥皮肤呀？恐惧星星，听说这个皮肤还不错。哎，秒他可以，没空了吗？哎呀，我们这个控制没给，控制给好的话可以可以可以，只要能杀到人就行了。我直接给我多加100点法力值，对线就舒服了，可以多甩两个 Q， 没事给他 Q 我。等一波两级给他压线，保持这个血量健康。他喜欢往下 Q， 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这波可以往上走，再 Q 消耗一下。他两级血搭不了，那他死了。再往上站，你看到没？他的技能弹道已经被我看穿了。当然，他这波我连续躲了他两波技能，他这波可能会调整角度。再磕一瓶药，你看他好像没调整角度。来看他再来消耗不消耗，他的技能喜欢往下瞄，所以我们就往上站，看你这波要不要卡线。这边血打野满载打野，我塔前这边丢个野，我怕他在塔后反蹲我。这眼能排吗？三级了，我感觉瞎子要来了，刚才眼没放好，这波可以给他 Q 我，我要让兵线推过来了。我站到小兵堆里面让他 Q 我，不然这个线的话得推过去，我就给他 Q 我。对，给他 Q 我。我这样的话再控线再给他 Q， 我学两级 Q。对，就站到兵堆里面给他耗一耗。这人好稳，就 Q 一下。他开始不用技能了，不好杀他呀。这个人不满，有些人他压制想杀人，这个人压制他不杀人，就单纯的压你啊，就单纯的耗你血，他杀心不重。但我就抓不到他的破绽。他这波有杀心了，等一下他有光盾，不急。9355闪现，他的光盾还没给呢。他技能捏得好死啊，这个人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等六级杀了。他死了。因为他是最后一丝血的，我点燃最后放，这光盾的持续时间没有点燃久，知道吧？点燃的话一共可以烫五秒，一秒烫30血，他光盾的话只持续两秒，也就是说我还可以烫他90血，他刚才才60血。光盾的话不要丝血再开，丝血再开的话就没什么用了，像碰到我这种点燃持续伤害他就吸收不了了。光盾这个东西的话打这种爆发很好用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这个点燃并不是爆发，我是持续伤害啊。那待我出来又得死了。这泽拉斯已经很会玩了，很稳，不然他早死了。
我这波直接宽。啊，不急不急。啊，他已经死了。稳一点的话可以用闪杀他，他到六了，不要怕这个瞎子蹲我，假装去游走，然后我绕一圈回去杀他，我去先红丢个眼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要杀瞎子的。EQ，A 提亚马特 2A， 差点伤害啊。Q 没 Q 闪没打到他，杰拉过来了，可以。他绕了一圈回到红 buff 这边来了，再来一把长剑。这个瞎子应该往后挪了一下，我刚要是 Q 闪把他杀了，还有机会杀他们这个中路。这人闪现855，赶紧来抓一次，待会儿没机会了。还有一分钟，这个人闪，我们这波打野到六了，我把这个线放出来，卡一波闪现时间。他没闪，他都不在线上的这个人。我感觉这个瞎子要跑着来后面等他。把龙再拉一下，再 Q 一下，有没有啊？没事，我有 EQ。德拉斯好像很了解我这个英雄打中的特性啊，没闪绝对不压线。我待会把这个线塔给他拆了，这个先锋控一下，杀他一波就可以强拆这个塔，直接满层皮给他全拆掉，没什么机会刷他，我们就发育就好了，清线然后再刷野，清线刷野，重复这个步骤就行了，就你就扩大优势了。他们中单应该去拉狼去了，有很多人劣势了打不过他就非得跟你打，知道吧，稳住狗一下就好了。你都知道打不过，你为什么还要打呢？是不是？你打你的，去打先锋，我把他赶跑。他又没闪现了，11分钟，他十六分钟才好。这个人，这波打野没血量，中单从家里出来的话，应该还要15秒，已经过了5秒了。15秒的话，应该可以拆得完。先留把旗子，15秒过了，我第二把旗子就好了。先封三层塔皮子再招，怎么比我来的有点快啊？我今天版本好像有个更新，就死亡的话有加速，好像不用管他了，我们直接走了。啊，那这个计算方式得改一下了，他比我想象中的快了5-6秒。现在死亡是有加速的，那这个时间得改一下了，不然现在不是按照之前那么来算了。他有一个弱化版的家园守卫啊，直接推了直接走，不跟他搞了。我们刷个 F7 吧，对，我发现你还想跑，来直接越经典482，越女坦造起来，大招盖一下，搞快点，他们中要来了。对，大招盖住 Q， 大招 EQ 插两个提亚马特，直接秒杀，给他来一口。哎呀，你这个加血加都会加歪来，他不是加血按照血量低的来给吗？怎么给我满血加上了？来给扣给扣控一下，把他秒了，我还有大，有 TP 了，那没事了，兄弟。有空电话联络，这个中单还没有闪现，我拉一个蓝，框住。哎呀，终于让我抓到你一次了，好不容易啊！我没有R了，有大吗？大禁锢3个，感觉哎，算了，没龙了。禁锢3个的话，感觉还可以再打一波试一下。这恶罗伊可以秒，我觉得。来，哎，别让他丢完了。让他把技能打开了，那就不能打了。想杀他就一定得秒他。你踢，你为什么觉得你打得过我呢？啊，8级瞎子，12级皇子，这个就很离谱了嘛。他好气啊！但是他又没有办法，泽拉斯要尿我了，快跑，他应该是毙了。头好铁啊，他就跟你硬碰硬，以卵击石，碰碰就碰碰啊。算了，没大，等一下我点蓝跟大。
哦，我这都被他杀掉了呀，有点假。我打算把他一套打了，我 Q 走，潇洒离去。防御塔 A 他一下，7-1。哎，完了，给这诺手他又值钱了，感觉这波好像有点亏。他这个伤害太离谱了，有个血手在，我去找一下这个镜玩一下。这边除了这恶洛伊，我都可以直接秒了。嗨，你们猜一下吧，我去守中去了，刚好这条水龙刷了，我们大爷好了。我这打团立马可以让对面少一个人，先个大 ，nice。不用交闪，给他扭了。没事，我这波有红 buff， 他绝对想不到我这么点血我还不走啊。我还要秒一个，大不要给，待会大再秒一个，绕一下就行。他们这波打野不在，龙可以顺利拉下，我找一下这个镜，这个杰拉是没有 R 的。Q 他，绷带打击 ，A 一刀排眼，我去找 AD 了，我电型用好了，这 AD 想跑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他在塔下，说你玩个 AD 乖乖待在泉水里面不好吗？有眼，绕一下，这边没眼，他肯定以为我在这一块卡墙走。待会有人来，等一下，没有人来，我把下拆了，不要打，假装去支援这波。这泽拉斯肯定不会从这个位置来，但是他会从这个位置来，知道吧？这边看到没有？他这技能给的蛮快的，我都把他挑起来，他还能开出 E。说实话，我是有点不信的。他反应有点快，都被我挑起来了，没视野。他拉了，快跑！他拉大就不能打了，他拉大就赶紧溜。这个东西大一拉砸一下就要当场去世了。他不二下面吗？他守中去了，我把下拆掉。来来来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我先排一下，完了，他们开了。退一下，他开大就不要打。招闪，2915。把龙拉一下了，不用跟他们走，我去刷脆皮就完了，我去对他后排造成威胁，我们能秒人就行了。我带下，我可以杀两个，他们要来三个队友自打二就好了。我一身穿甲装，开塔很快，主要我拿这恶洛伊没办法，我去参团的话作用不大。来两个这样，队友4-3这波，他开大就走就行了呀，对吧？这滑板鞋百分比伤害分针他就好了，把这恶洛伊大骗了直接走。这杰拉要杀我了，别跟兵站一起。他开二保自己可以，很聪明他这波，还有10多秒，我看你这波没有二你怎么玩？还不走，装逼打死你！这种打团不好打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分带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人杀了，牵制了，我们还拉下龙了，非常好，节奏非常棒。最后一件补个夜冷刺穿环环子，我去杀这个杰拉，他在左边，我看到他了。
完了，我拉错人了。哎呦，这恶洛伊从哪过来的？我换个远见改造。不过他这波要死了，队友可以打得过。他这边拖延了，我绕一下。你在看什么？啊？这下子两件反装我把他秒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水龙肯定也能拿得下的呀，这水龙龙魂了，可以收下。但我们这个木木加诺手就很喜欢了，我们这把两个前排。这个雷伊绕开他，我去切后排，后排应该在这边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我对他没有兴趣。绕开他就行了。他这个英雄虽然打架很强啊，很满，但是很不灵活，就无视他。直接把他秒了吧，这波不要打后排了，打前排伤害也够。滑板鞋他有点害怕，是不是感觉青春回来了？熟悉的刚好10万伤害，我这一个人打了4个队友的伤害就硬 C 啊。